有一定有啊！我哋真情咧系1128，咁我哋依家拍紧都1030几啦，即系话仲有唔够100集就已经系破呢个纪录噶啦。咁无论如何，其实我哋依家个目标系向住2000集出发嘅，所以大家今日感觉上好似。由第一集开始拍嗰阵时咁开心啊！大家头先都会睇到啦，即系其实个人嘅心都系好兴奋、好开心嘅。其实我只系有开心啊，冇咩辛苦喎，真系。系咯，真情都拍咗5年都唔觉得辛苦。这个戏现在拍了3年多，再整多3年多，我想都没什么问题吧。